我们今天要去哪？啊？今天要去阿里山。What's your name? To unknown, I'll never be the same. 到哪啦？嘉义。你现在去哪？好像很多人。对啊，怎么办？有人牵着你。你的里长没有了。卖光啦！可是他是阿龙师。都可以啊。阿龙师上班五。好啊。休息中，下午4点开。葡萄柚绿茶，第一口，它还可以打电话订，然后现场付钱的，好喝吗？我以为会很酸的，还要2个小时内喝完，所以简单呐、啊，不是我喝不行，你等一下就想尿尿，不可以给你喝，你今天只能喝半杯。请说说对嘉义目前的感想。没什么感想。饮料好喝。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也没有特别人也，感觉都是观光客，所以没什么感觉。闻到台北的味道，台北味道是怎样？我有台北味道吗？有啊，我有。都市女孩，我有吗 ？Modern girl， 我以为他说 Modern girl， 我要打你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小猪。是这间吧？就搞了半天，结果是这间。可以自拍吗？你知道竹笋长什么干吗？为什么竹笋长？就是傣族出好笋。嗯，是哟，是竹子前十年。嗯，好重哦。都往下，好像每就是前十年都是往下长，很往上长很少。十年过后就开始一天就可以窜个15公分。你说往上长得很快，嗯，要先往下长很久，对，是哦，它扎根扎很久，十年。小猪小知识，韩国是。你要先说我们现在在干嘛？我们在干嘛？我们要解释一下时空背景。现在是时间8点多，9点多了吗？没有，在8点多。阿里山上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玩了，所以我们决定。好丑！你给我暖一点啊！决定什么？我
们决定要早点睡觉，因为明天早上5:50就要在楼下去看日出。那今天好玩吗？今天好玩啊。我们今天去哪？今天是怎样？今天是干嘛？一直开车。今天开车，然后去了嘉义，原本要吃溜里长鸡肉饭，结果一进去他就很拽跟我们说没了，然后那个鸡肉堆的跟山一样多，就跟我说没了。你干嘛那么不吃？然后我们就去吃了旁边有一家物价很便宜的小店，但是就是我本人是觉得没有很干净，然后蛮好吃的啊，很好吃 ，CP 值很高，错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到阿里山上之后，我们住在石卓这边，就在阿里山上的加油站旁边，很好找，然后饭店也很漂亮。然后我们就去了石卓的小步道，走了一下，就是那是什么步道？不知道，走物资道，蛮漂亮的，旁边都是茶园。嗯，就这样子。嗯，去吃了一个快炒。那来给我。耶！然后反正现在要睡觉，好累。好。啊，明晚结束。拜拜。